Hello， 我是王瑞阳，今天来跟大家开箱澎湖中秋海鲜箱哦。这个也是来自澎湖里旺的旺星渔业哦。好，直接给大家开箱，看这一次阿旺给我们准备了什么。这个是澎湖的菊蚝，而且呢，这次给大家呢选择的是没有带壳的哦，是生产在澎湖的菜园区菊蚝哦，250公克。接下来呢，是我自己指定要的，一定要放在里面的，就是墨鱼香肠，澎湖的墨鱼香肠哦，因为中秋烤肉一定要有肠啊。墨鱼香肠也好，猪肉香肠也好，这件事情必不可少。好，紧接着呢，还有鱼糕，澎湖的鱼糕很有趣，澎湖的这个手工鱼糕哦，比甜不辣还好吃。所以呢，中秋节的这个鱼糕呢也是应景，而且呢关键是好吃啦。然后你看它这个鱼糕可以烤可以煎可以炒哦，这包鱼糕是300公克。然后呢最重要呢，这一次呢当然每次呢只要中秋烤肉这些东西呢一定要，就是手钓的活动小卷。看哦，这次呢给大家提供的是600公克，这么大条哈。其实今年小卷卖得非常好，那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只备货了200箱哈，只备货200箱，因为都被抢光光啦。他其实啊不跟我们开团购哦，也都卖光光，可是呢李旺呢特别留了200箱给我们超级美食家的粉丝们。最后呢，在这一次的这个中秋澎湖中秋海鲜箱里面，有一个手钓小卷一日干，这个烤肉哦，一日干哦，鱼的一日干，这个小卷的一日干，它的这个品质非常好，烤起来哦很有 feel， 就是夜市 feel， 好不好？给大家看，这一整组呢是2000元含运哦，2000元含运。运费光是运费就是300元了，而且呢为了要避免中秋节前货运非常的拥塞，所以你只要一下单李旺立刻就寄出来，免得你们中秋节要烤肉海鲜箱还在海上等都等不到哦。好啦，大家赶快追上我们超级美食家的团购哦，因为我们在上一档团购里面呢推出的是大成的同德黑猪，我们很快就结束了，因为卖得很好，很多人呢都吓一跳说，诶，瑞瑶姐你的猪肉已经结束了啦。对啦，已经结束了啦，因为呢同德黑猪市面上从来没有出现这么好的价钱，那所以呢这次李旺的这个小卷哈，以小卷为主的澎湖中秋海鲜箱，大家动作一定要快哈，快手快脚你才订得到，只有200箱，大家赶快来抢哦。